Love changes everything, hands and faces, earth and sky.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how you live and how you die. Love.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我叫 Vivian。是这次讲座的主持和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的群主。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主办单位夏阳深夜艺术网课中心和协助我们这次讲座的硅谷百家谈。我们今天呢，有幸请到著名的皮皮虾博士为我们谈一谈硅谷的这些事儿和这些人和这些地方。希望今天晚上呢，大家能够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和信息。下面呢，我把这个时间呢就交给皮皮虾。谢谢皮皮虾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谢谢薇薇刚才的介绍哈，有点过奖了。也谢谢几位做这个 flyer 的人，其实做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的 flyer， 他们做的非常漂亮。不过呢，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要纠正一下哈。一个呢，就是说我是医药博士，这个是对的，我是医学药学博士 ，OK， 药学医药博士没听说过这样的博士。第二个呢，是说我是英特尔科学奖的这个裁判长，这个呢是。他们在编辑的时候漏掉了，其实是英特尔科学奖地区级的这个竞赛，我当过裁判和裁判长。如果把这个关键词弄掉的话，就听上去很大牌了。其实不是，我改正了。我知道，但是你改正的版本流出去之前呢，旧的版本也到处流了，所以我需要纠正一下。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是在乱吹牛的了，Anyway， 不好意思哈。今天的这个标题是硅谷的那些人和事。其实呢，我是在讲，就是说是硅谷的前后浪，因为硅谷吧引领世界，它是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个新的技术的突破，所以呢，后浪总是超越了前浪。但是呢，内容很多。我整理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很难舍，我只好就是说讲的精简不能再精简，所以我用的词叫粗暴简史，就是说我把那个最关键最重要的蜻蜓点水的讲到，当然后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会稍微的深入一点。那你看现在这个图吧，这个是一个 Silicon Valley 这一个图，那个蓝色的就是这个湾区，这就是个海湾，所以我们把这个地区也叫湾区。然后密密麻麻的很多的公司，所以硅谷是很繁荣的一个地方。那我今天呢就会讲起硅谷前因后果。最开始它是一片果园的，但是为什么能发展到如此繁荣，高科技这么密集的产生在这个地区，它不是一个原因两个原因能讲清楚的。那我今天就是说，除了分享这些背后的故事以外呢，希望最后的结果呢，结束的时候呢，能够给大家就是总结出来硅谷成功的一些几条重要的因素。这是我的这个公众号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就可以加入我的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呢，几年前开始 run 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我在写我的文章，偶尔也会有朋友的文章，现在有400多篇。那我写的呢有300多篇。刚才有这个朋友是说他进不去找不到，那是因为他写的是个简体字。你注意我这个皮皮虾这个虾字是个繁体字，你如果用了简体字的话呢，可能是找不到。 OK，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今天的这个讲座呢，会主要讲一些我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文字稿里头也给大家讲了有几个要点。那现在这个图呢很有意思，我把这个图给薇薇的时候呢，上面有行小字，没想到他还很注意了，可能你们大家看不清楚，所以我把它单门打出来，写的是 Where the future was born， 就是说硅谷这个地方是孕育未来的地方。
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未来的走向，最开始都是在硅谷先有这个第一颗种子下去的。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说，它不是说是将来，它过去就一直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对于过去来说的将来，都是在硅谷这个地方先孕育出来。那我今天这个讲座呢，会大概讲这些东西，就是说要，一些基本的知识，就是硅谷之父是谁。然后呢，硅谷有哪些黄埔军校啊？这个词是我讲的了，因为我们华人嘛都知道黄埔军校，就是说，那里头出人才。那硅谷其实是也有这样的地方，就是那样的地方呢，特别容易出现创业者群体。然后呢，他们造就了硅谷的繁荣。还有呢，就是硅谷的两个大脑是哪两个大脑？宇宙中心是在哪里？硅谷的诞生地还真有个硅谷的诞生地，那个地方有牌子，我会给大家告诉大家地址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然后斯坦福如何起飞？这个呢，我会稍微的讲一点。其实我另有一个讲座是斯坦福细节的那个有40多个，其实50多个 slides。那简单讲起来，就是说，斯坦福其实是个后起之秀，它不像东部的大学，哈佛、耶鲁有那么几百年的历史。斯坦福的历史很短，19几年，1891年成立的。那它最开始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学，到了50年代都还不很有名，但是后来就越来越有名，现在甚至是要超过。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和硅谷呢，它互相又产生了一种互相成就的这么一个关系，就没有斯坦福的话呢，就不会有硅谷的。但是呢，硅谷反过来呢，又使得斯坦福，在无论是在财力还是人才方面，又使得斯坦福有很大的资源，所以他们是个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小扎，这个扎兹伯格很奇怪，他根本不是硅谷长大的，他是东部长大的，他的高中是在一个著名的私校里。上的是哈佛，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Facebook 建在硅谷？他在哈佛完全可以找到人才的，MIT 那么多的理工科的人才，他为什么要在硅谷建立？这个背后有很深的原因的，我会跟大家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特别有助于你理解硅谷之所以是硅谷的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硅谷很多大企业都是从小车库开始干起。那好几个有名的车库，都是一个很好的景点，很多人来参观硅谷都想去看看那些车库。当然，也许就是不起眼的一个车库而已，但是呢，大家都很想去看看。那我也会跟带领大家说这些车库地址在哪里，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还有就是总结一下硅谷有哪些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有些是别的地方都要学来的，有些呢你还真的学不来。就是造成硅谷、成就硅谷成功的这个因素都有哪些？实际上呢，现在世界各国都想 copy 硅谷，再造硅谷，甚至美国的其他的城市也是想做这一点，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硅谷到底有什么神秘的背后的秘密？为什么他就成功了，别人就学不来？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呢，可能是比较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加快语速哈，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但是我估计就是说，可能会花1个半小时。OK，这是一个硅谷的地图，很多人不了解哈，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他就胡乱混在一起，就是以为旧金山就是硅谷，还有湾区就是硅谷，实际上这三个都是不同的概念，三个不同的概念，旧金山呢是上面的一个小方块，下面这一块呢是硅谷。硅谷其实是从这个大概是从 Palo Alto 或者是从 Menlo Park 开始，一直往南延伸到圣何塞。湾区呢是这两块加上中间那块中半岛，还有呢这个海湾的东边也算湾区，整个更大的一个范围算是湾区。那硅谷呢作为一个经济体，如果它是个独立的国家的话，它就会在世界上排名在第19位。
当然，我们都知道，加州是排在全世界第五位左右。纳斯达克最厉害的100个公司，有40%的总部是在硅谷。全世界市值最高的5家公司，有3家在硅谷。人均 GDP 排在世界第二，好像听上去不是第一。不过你想想，第一是一个石产油的国家，那种国家其实是高科技根本不行，靠的是石油了。那个国家就是阿拉伯的国家卡塔尔。所以硅谷其实的这个排名第一、第二，含金量是很高的，但是它的面积只占国土面积只占美国的1/5%。可是呢，过去50年，美国40%的风险投资都投在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37%的人口是从外国出生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要感谢60年代的人权运动。自从那个人权运动以后呢，美国这个移民政策改变了，所以很多的亚洲国家的移民都涌入到了硅谷，涌入到美国，主要是硅谷。所以我们在硅谷呢，可以看到很多印度和中国的高科技的工程师。一半以上的5岁以上的都说外语，而且1/3有理工科本科学位的人是来自国外的。全世界一流人才最密集的地方就是这里。好了。我下面呢想跟大家讲的就是硅谷第一个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拥抱失败，他们不以失败为耻，他们说如果你要失败的话，不妨优雅的失败。所以硅谷每年呢都有一个失败者大会，这个大会呢分享失败的故事，总结失败的教训。其实这个呢比那个听成功的故事可能还有用。这张图是一个当时在硅谷 bubble 的时候，就是硅谷 .com 当时有几年是非常不景气，大量的裁员，这个工程师没有工作，他站在街头，他不是要饭，他是发简历，他拿了一堆简历。这个行为有点出格，但是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引起了很多公司的注意，最后他得到好几个 offer。所以就是说，硅谷的人吧，就是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方式。我知道就有一个人，他的简历上全写的失败，他跟所有其他人的简历不一样。正常情况下，这个简历应该是歌功颂德的，都是讲自己怎么牛，干了很多成就。他的这个简历全是失败的 list，反而博眼球。而且硅谷的人认为，就是说你如果有失败的教训、失败的经验，你下一次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所以他们并不认为失败是可耻的。这本书是我邻居送我的，他认识的一个熟人出的这本书。这个人呢，创业了10次都失败了。这本书就是在详细讲解他整个这个10次创业失败的过程和故事。我相信其实还是蛮有启发的。我甚至是想推荐我儿子去读这个书，因为这是个英文的书啦。我自己还没有好好读了，打算抽时间读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马洛斯的这个需求论哈，这个呢梯形呢是硅谷的这个鄙视链，最低的这个呢就是要有这个 T-shirt，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谷歌的或者是 Facebook 的 T-shirt，穿上去显得好像你在很牛的一个公司工作，这样的话呢是一种变相的骄傲和炫耀。第二层级呢，就是要有免费的食物。你用硅谷的这个标配，很多就是免费吃的，甚至像谷歌这样的公司，当时他雇佣了一个总的这个总的管理这个食物的官员。这个人呢，就是保证谷歌在谷歌内，你走100米就要有吃的，无论是酸奶还是饮料还是汽水还是小吃。就是把员工伺候好的，就是让你们就是 focus on 你的工作，去发挥你的创造性。所以这个在硅谷免费的吃，最好还有这个蓝瓶的咖啡，这个是第二层级的。这个第三层级是要做瑜伽，尤其是要去做火人节，去参加火人节。火人节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每年的9月初。在内华达一个大，我给你们看一个图，这个就是火人节，把他们全都烧掉了。
这个八天呢，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烧掉。这八天呢，大家都去狂欢，然后凭空建了一个城市。然后很多人参加，一票难求，一张票可能1500多美元，很多人参加，很多人是每年都去参加的，所以，家创业的人还有工程师都跑到这里狂欢，这个火人节成了一个标配，以至于就是当年谷歌两个创业者，他们打算雇佣一个管理者，就是 CEO 吧，就是，实际上就是执行长，这个人他们就是最后不能拍板说要不要这个人，后来发现他的简历里写了这个人参加过火人节，Burning Man，他们就立刻觉得要录取他，因为这两个创业者也是 Burning Man，也是他们就认为是同类啊。那第四个层级呢，就是要可以买这个特斯拉，第五个层级呢，就变成了这个。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下一轮了。天使投资就是最初创业的时候呢，你个人出资投资这个创业者，像这个苹果最开始创业的时候，马库拉就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他们，这就叫做天使投资人。下一层级就是 meditation，是就是打坐冥想这种人。再一层级呢，就是自我提升了，动不动 take sabbatical，意思就是说休假。你像斯坦福的教授，就是每6年可以休假一次，当然是给带薪的了，还是给工资的。下一层级呢，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工作了，这是人生赢家了，早早就退休了，quit job，然后周游世界。最高的层级呢，就是成为人生导师，给别人出主意。是有自己的 blog，你像这像李开复这样的人，就是到了这个层级了。OK，这是硅谷的基本的一些生态，所以呢，硅谷的核心价值勇于且包容失败。下面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硅谷之父都是谁。硅谷之父其实有两个人，第一个人呢是叫 Fred Terman。这个人呢是曾经做到斯坦福工程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真正的伯乐，在他的手下，斯坦福才真正的翻了身。曾经斯坦福差点都不能运营下去了，资金产生了短缺，就是因为他像魔术师一样的妙手回春，把斯坦福不但转危为安，而且成为全世界的著名的大学。所以呢，后面我会讲到他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在帕拉托的话呢，帕拉托三个 middle school，其中一个 middle school 学校的校名就叫 Terman。可惜的是，因为政治正确呢，前几年把这个校名给改了，因为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那个校名不只是纪念他本人，也纪念爸爸。他爸爸也是个很有名的教授，像那个 IQ 也是他爸爸创立的，还有测谎仪都是他爸爸发明的。所以呢，当时政治正确就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就把这个校名改了。而且花了很多钱改掉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硅谷之父。另外一个硅谷之父是叫肖克利，这个人呢，1955年的时候呢，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当了教授，而且同时创办了一个公司，就叫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然后第二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他是和另外两个人合起来分享的，就是一共三个人。1956年，因为半导体晶体管的突破性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他为什么叫硅谷之父呢？说起来有点荒唐的是，就是说他是反过来的，跟特尔曼不一样，他是把自己的公司给搞砸了，因此成就了硅谷。搞砸了以后，他的这个公司里头的一些一流的人才就撒遍了硅谷，分别成立公司，最后呢就造成了硅谷的繁荣。所以呢，他等于就是说是他把自己的这个事业给搞坏了，他也不想是这样的，但是结果是这样子。那我后面会详细讲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两个硅谷之父是大家应该要记住的，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不可能有今天的硅谷。
所以呢，这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识人、感召和引领。因为这两个人呢，都是像伯乐一样，能够把最一流的人才招在自己的手下，而且利用自己的感召力，然后引领这个当时的这个技术力突破和发展。OK， 下面我讲这个黄埔军校。硅谷呢，其实有两个黄埔军校，但是大家可能会以为是斯坦福或者是伯克利，那个不算黄埔军校，那个如果算的话，那只是本科。那这个黄埔军校就是像研究生一样的，他们是真正的工业界培养这个创业人才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呢，这个叫仙童半导体，英文叫 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个呢，被乔布斯形容是做蒲公英种子一样撒遍了硅谷。那后面我会讲到这个仙童半导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其实就是跟硅谷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硅谷之父有关系，就是跟这个肖克利有关系。这是他们当时的地址，在帕拉特，查尔斯顿离我家挺近的，不过我还从来真没有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眼。如果你们有亲朋好友从国内来或者是外州来的，他们希望你带着去看一看硅谷的重要的地方，这是可以去看的一个地方。这个仙童半导体，第二个就黄埔军校的叫 PayPal， 称作是黑帮的创业者群体。这个群体跟这个前面的这个黄埔军校中间差了一二十年，但是呢，也出了一大批一大批的创业人才。我后面也会讲，因为我后面是按照十年一个小节来讲的，所以我后面会讲到这个。这是他们现在的地址在圣何塞，所以它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传承、凝聚力和关系网，因为从这两个地方出来的人，互相之间有很强的凝聚力，他们互相都是很帮忙的，所以有强大的关系网，而且他们还有传承。上一代人有经验的人，他们不屑于把这个经验去传给下一代的创业者，所以这是形成了非常良好的这么一个互动的关系。OK，硅谷的大脑，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一个是伯克利大学，这个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这里我专门选了这两个塔。斯坦福这个大学的塔叫胡佛塔，你看上去好像很雍容华贵。伯克利这个大学呢，好像有点清瘦，刚好呢跟《红楼梦》里头的两个主要人物很像，一个是薛宝钗，一个是林黛玉。而且呢，这两个人互有余量情节，互相还有点不服气这样子。不过两个都是一流的大学了，诺奖是多得不得了。斯坦福的诺奖是比伯克利少一些，但是这是因为斯坦福成立的比较晚，但是也有80多个诺奖，伯克利也有100多个诺奖，所以他们两个的诺奖加起来是可以拿箩筐要称的吧。还有一个叫旧金山加大 UCSF，其实呢这个是原来属于伯克利的，后来划出来了。这个呢很多华人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爬藤的嘛，没有听说谁报考这个大学。因为 UC 系统有9个大学是录取本科生的，UCSF 是第10个校园。这个学校呢只招研究生，而且它最强项是医学和药学，所以呢就是医学药学是数一数二的。我后面会讲到我们湾区最牛的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Genentech，叫基因 Tech，就跟这个旧金山加大有关系。所以这两个算是。这三个吧，算是就硅谷的大脑。这个是我在斯坦福餐厅里拍下来的。你会看到这个餐厅旁边都有这个白板，就有助于学生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灵光一现，有思想火花，都可以马上在这个白板上演绎他们的这个思路。这个图呢是很有意思，他把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他都写下来。这个字比较小，你们可能看不清楚。But anyway，我的那系列篇就是12篇的斯坦福的故事，斯坦福12拍，最后一篇有这个图，你们可以去看，如果感兴趣的话。OK，这个核心价值就是
创新钻研和探求未知，因为这两个大学他们一直就是走在科技的前沿，他们永远是在创新。有东部的教授呢，到了斯坦福来，就是换工作了，到了斯坦福，他就会说斯坦福的学生的脑筋是跟东部的大学是不一样的。所以东部的大学有点就是理论性很强，是象牙塔的，斯坦福的学生呢，就是应用性的，总是想着要怎么去把它转化成这个真正的赚钱的公司，转化成实业。 OK， 下面我要讲这个宇宙中心，其实就是帕罗阿托这个城市，也就是斯坦福所在的这个城市。博洛沃土这个中文名字是我给他起的了，但是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起得非常好，一方面那个语音比较接近帕罗阿托，另一方面呢意思也非常好，因为这个地方呢盛产人才，而且旁边呢有一条街呢就是分享投资集中的地方，而那些人呢他们去就像伯乐一样，他们找到好的可以成长成大企业的这个人才，他们就给投资，所以呢他们就像伯乐一样，而这片土地就像沃土，而斯坦福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以呢叫伯乐沃土。这是当时这个有一年帕拉托的市长在做国情，在过事情咨文的时候，发布会的时候，他的幻灯片，因为他听说了我们这个名字，他就非常喜欢，他专门把这个幻灯片打过来，底下有这个英文的小注。这是会场外面我们打的横幅，就是伯洛沃土。伯洛沃土另有一方面就是说盛产独角兽，这个独角兽的意思按定义就是说成立不到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这样的公司呢，还没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就叫独角兽。而独角兽的这个其实呢，按照生物学的分类，它是一种马，所以这个伯洛呢和千里马跟这个名称是非常配的。而且斯坦福这个场地吧，原来就是一个农场，就是有很多马，所以呢就是叫这个名字是跟这个来的。这是斯坦福帕拉托北边的一个地图，你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斯坦福，重点就是它旁边的三条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名。一条街叫大学路，这个我待会会讲到，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条叫沙丘路，这一条路也很有名，就是风险投资集中的地方，有100多家风险投资都在这里。这一边的路叫 Page Mill， 这一条路是布满了很多的律师行，所以呢你创业的时候，你除了要分享投资，你还需要很多律师公司的帮忙，所以这个生态是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对于创业的人来说。那帕拉托北边还有一个小区呢叫 Old Palato， 它有严格的区域限定，哪条街的这个四边的四条街都有限定，在这条方框框的这个区域里头 Old Palato 这里头住的人非富即贵，比如说这个 Steve Jobs 原来的家就在这里住，还有这个 Larry Page， 这是谷歌的 创办人，很多很多有名的人，eBay 的创业者，这个 CEO 都在这片地方住的。OK， 这就是大学路和这个棕榈大道。大学路和棕榈大道其实是一条街连上去的，过了这个中间的那条 El Camino 就变成了棕榈道了。这条棕榈道再通下去就是斯坦福的校园。大学路两边布满了各种商店哈，但是呢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你比如说有一个咖啡馆叫 University Coffee， 地址是165。他这个现在变成一个餐馆了，可是呢当年他这个咖啡馆牛得不得了，很多创业者就在那里去会见潜在的投资人，像他们就是做一些 demonstration， 他们会拿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跟这个投资人讲我的这个商业计划是如何如何，然后看能不能成功。所以这个小咖啡馆吧，有名到了什么程度呢，很多懂行的旅游者都会到那里去，坐在一个角落里点一杯咖啡，偷偷的旁听一下，看看就是这些创业的人都是在干什么。当年 Airbnb 这家公司创业者曾经就在这个咖啡馆找到了潜在的投资人，向他们详细的讲解了他们创业的计划，
结果人家听完了以后呢，理都不理，抬起屁股就走了，什么话都不说。所以创业者他们最开始其实是很 frustrated 的，因为他们要经过多少人的这个，多少人都会把他们拒绝了，然后最后可能才能成功一次。但是你不用后悔说这家店已经不在了哈，你如果是跑到一个横街上。这条街叫 Ramona 这条街538号，另有一个咖啡馆，现在也变得很有名，叫 Cooper 咖啡。这家咖啡馆顶替了刚才这家咖啡馆的作用，很多投资者和创业者会在这里见面，所以呢，这个位子都会要提前要预定，否则的话你到那去都找不上位子。这是一家这个咖啡馆的。创办者是斯坦福经济系的学生，一个毕业生，他呢把这个委内瑞拉的一种咖啡引入到这里，而且现在这个咖啡馆现在变成个连锁的咖啡馆，在湾区还有美国各地都有。这家咖啡馆成就了很多企业，40多家初创公司是在这里孕育的。我列了一些，其中这个最后这个叫 Talkbean。这家公司搞了一个餐馆的管理软件，就用这个咖啡馆作为第一个试点的地方，最后呢，成功的被谷歌给收购了。这个地方更有意思，大家都应该也要去看一下，就在这个大学路边上，地址是15165 University Avenue，这个叫做信用办公室。他怎么信用呢？就是奇怪的是，非常大牛的公司，最开始创业的时候都在他这租过场地，然后办公，最后做大了以后才搬走。你比如说罗技这个公司，Logitech，谷歌也在这儿，PayPal 也在这儿，Dunder 和 Miro 这两个后来都被大牛公司合并了，都在这个，就是在这个2楼。你会看这个1楼旁边一边是 T-Mobile。对吧？另一边又是一个什么什么外卖店，根本不起眼。他这个2楼就是这个叫信用办公室，所以以至于创业者都想租这个地方，因为沾沾喜气吧。Facebook 上面专门有个网页，就是给这个信用办公室的，而且呢，Wikipedia 里也有一个词条，专业是给这个 Lucky Office 的。这个 office 的这个 owner 是一个伊朗人，大概是当年个伊朗革命了，所以他回不去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办公室租出去了。他在这条街上还开了一个地毯卖地毯的这么一个店，但是这个地毯店好像门口罗雀的，我经常路过，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人在那里。可是呢，人家就这么牛，他现在吧，他也投资了。因为这些租他房子的这些企业呢，他都有这个原因，所以他现在不得了。这家呢就是苹果店，在这个寸金寸土的大学路上，这个店呢可以称作是所有苹果这个连锁店的第一号店。为什么呢？苹果的最新的型号，他们都是在首发，都是在这里。当年的乔布斯在最开始最红火的那个、最震撼人心的那个苹果出世的时候呢，就亲自在这个店上迎来了第一批顾客。那个顾客冲上去跟他握手，就好像是跟上帝握手一样的，大家都觉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店很有意思，很有名的。后来那个库克也在这里，就是每年新版的这个苹果在这里上，在这里推出的时候，他都要到这个店里来。OK，下面我就讲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沙丘路。沙丘路这个地方有上百家风险投资，被称作是美国西海岸的华尔街，掌管了2600亿美元，占全美风险投资的1/3。这个是一个有名的叫 KPCB 这个风险投资，凯鹏华盈。本来它叫 KP，因为这个两个合伙人的名字头一个字母。一个是 K，一个是 P，后来又加了2个人，但是现在是其实是有10个合伙人，但是他们就决定就是4个人的缩写了，因为人太多了，那个名字没法叫。另有一个很有名的风险投资叫红杉资本，
这个都在沙丘路上。所以你看这个图呢，一半边的衣服呢是个很随便的衣服，牛仔裤；另一半边呢就是华尔街主张的这种衣服，是西装革履的。所以这个两边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我们硅谷的就是不拘一格。我听说有人面试到谷歌面试的话呢，这个上去做 presentation，甚至是脚踩着滑板上去，而且是穿着短裤。这个在东部的话是不可思议的，那个肯定会被。不会录用的，这个东部都一般要西装革履的。啊，这是我们在普拉图的一个邻居叫 Horvich，是我一个朋友，他现在做风险投资，是一家公司的 VP 副总裁。他呢，前两天我找他，因为关于这个 KPCB 的这个中文名凯鹏华盈，我为什么找他呢？因为我以前的文章里讲了凯鹏华盈，有一个读者说你翻错了，KPCB 中文不叫凯鹏华盈。搞得我有点拿不准，所以我找他问，他呢就认识凯鹏华盈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说我去问他们中文是不是叫凯鹏华盈，他们不会说错的。后来他跟我确认说是我翻译的其实对，不是我翻译的了，我就是我看到有文章介绍凯鹏华盈，我自己对号入座，我认为就是KPCB，所以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发毛，所以找了这个 Howie 去确认了一下。所以说呢，这个谷歌，这个硅谷要成功，没有这些风险投资是不可能成功的。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密集的，而且又这么有水平的风险投资家。在斯坦福呢，你如果是斯坦福出来的，你不创业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斯坦福的人。这是律师行，这个远景，看到是个律师行的，这条街叫 Page Mill，它遍布了上百家的。律师行，最早的这个叫 Wilson Sonsini，然后是有这个 Mosley Forrest，我就不一一说了哈，一堆的这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行，他们帮助硅谷成功，帮助几千家的硅谷成功。好了，我现在按着10年一节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就是每10年硅谷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早期的二战以后到195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硅谷"这个词儿的啦。"硅谷"这个词其实真正叫起来是在70年代，但是其实"硅谷"这个时候就开始孕育了。所以呢，我就是说这个时候是诞生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电子产品的时代。那现在就开始讲第一个硅谷之父 Terman 和这个斯坦福怎么起飞的。50年代，斯坦福根本名不见经传。那这个就是 Terman，他是 MIT 毕业的，24岁 MIT 博士毕业留校了，当助教。结果呢，他探亲的时候呢，他到硅谷来探亲，患了肺结核，所以呢，他就没有回到学校。病好了以后就留在了斯坦福。当时呢，他在斯坦福的电子工程专业担任助教。担任教授，后来呢升到了电子通讯 lab 的主任，37岁的时候成为了工程学院的院长，所以斯坦福现在工程院是全美国最牛的学校，牛得不得了，也很有钱，都是这个人一手打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很幸运有这个人。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说历史很多偶然性，当年牛顿就是因为躲瘟疫回到家乡了，24岁那一年待了一年。牛顿的那最重要的成果，三大定律了，什么微积分啊，什么光学的那些突破呀，万有引力都是那一年出来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他如果不是因为患肺结核留在了硅谷，他可能就回到 MIT 了。那他怎么帮助这个斯坦福起飞的呢？当时斯坦福已经就是说是资金短缺，已经不能 run 下去了。而且呢，这个斯坦福呢。遗嘱，老斯坦福的遗嘱是不允许斯坦福卖地的。虽然斯坦福有大片的地，都是没有开发的。后来呢，他就仔细研究了这个老斯坦福的遗嘱，发现就是说这个遗嘱里没有说可以租出去，只是不能卖地，但是可以租出去。所以他就很聪明，怎么样了呢？他呢，第一，他利用他自己的关系
得到了很多的政府的经费，得到了很多合同，所以呢，他64年从50年代300万的资金就变成了64年的500多万、5000多万的资金，然后呢，他把闲置的农场的土地200多公顷全部租出去了，成为硅谷第一个工业园区。而且这个工业园区不止就是说是因为租金就给斯坦福在财务上带来了缓解，而且呢，它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态，这个生态就是工业和学术的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很多有名的公司就入驻了，比如说瓦里安公司、惠普公司、洛克希德、施洛公司的科研中心叫 PARC，都入驻到这里了。这个呢，就对于斯坦福的学生非常有用，因为这些学生近水楼台，他们可以到那实习，或者教授可以跟这些工业界直接的，就是工业界给他们课题让他们做。而且斯坦福提供专利的资金，鼓励学生创业，所以呢，学生和毕业生和学校有一种良性循环，因为这个学生如果发了的话，他们会回馈学校，会捐赠给学校，所以斯坦福的这个捐赠是多得不得了，这点哈佛都比不上。所以他等于是一手把这个斯坦福变成了一个60年代开始成为全美国有名的学校，70年代以后呢，斯坦福就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了。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叫施洛公司的 PARC 研究中心，这个地址。OK，这个就是工业和学术的共生关系，学校和学生毕业生的良性循环。下面我们看一下斯坦福的硅谷的诞生的地方。诞生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个车库。这个车库呢，就是惠普公司最开始创业的地方。他们成家开始创立的时候呢，是只有538块钱。不过那时候的钱也值钱了。创立的时候是30年代，很早的时候。这两个创始人，一个叫 David Parker，一个叫 William Halleck。这两个人成立的时候呢，公司的名字是抛硬币的，谁的在前头，谁就是一个叫 H，一个叫 P 嘛，Parker 和 Hewlett。结果呢，这个 Hewlett 赢了，但是他坚持让 Parker 的名字放在前面啊，Parker 赢了，所以他坚持让 Hewlett 放在前面，因为这个就是一种风格吧。他就是尊重他的同学，这两个人是同班同学，同一级的斯坦福的同学，所以这是车库的地址，就在普拉特老，Old Plato 那个地方。然后这一块牌子是这个加州政府立下来的，1989年立的，是个历史纪念地。你看上面写的是就是硅谷诞生的地方。哎，他们39年的时候开始创立小车库起家，47年实行股份制。57年有股票上市，89年呢，州政府立了这么一个牌子。而且乔布斯的这个最佳搭档沃兹尼克曾经就在 HP 工作过，当时呢，他偷偷的利用 HP 的条件来研究自己的产品，被惠普发现了，而惠普居然没有把它开掉，惠普还投资了，这就表明这个硅谷的这个宽容，就是他们不是那么一种小家子气，就是限制员工的发展。他们认为员工发展的对自己也是有利的。Terman 也投资了自己的公司，这两个学生是这个 Terman 的学生啊，他在这个公司做了40年董事。他说，只要看到汽车停在车库里，就说明他们没订单；车停在路边呢，他们就肯定是有生意，因为他们要在车库里干事情的。而且他说，这些年轻人对真空管的兴趣和对女孩子的兴趣是一样的高，这个就是 passion 了。你只有了很大的超级的这个兴趣，你才能成功，事业才能成功。他们开发出了很多电子设备，比如说是测量分析仪器啊、光电二极管、激光干涉仪，第一个手掌上的这个计算器，就是这个计算器可以取，无论是对数还是根号，还可以取这些三角这些东西。这个是当时是一个突破性的东西。雇员曾经一度达到了1.6万人，营业额也是很多。这个列出了他们的这种就是车库的这个文化，列出这些规则，我就不细细的给你们告诉你们了。这列出来很多有趣的东西，主要就是一些车库啊、股份啊、上市啊、保险啊、弹性工作，对员工的培训，然后分红，而且无墙办公。现在硅谷实行的都是无墙办公，这个就打破层级，上级呢也都是敞开门，就是允许员工随时找他们。
而且互相不称呼头衔，就是这种民主的、这种平等的这种企业文化，都是从惠普开始的。所以这是硅谷的这个精神，和谐宽容，车库股份啊，上市的这些重要的硅谷的文化。好，下一个10年，60年代。60年代呢是发芽时期了，这个年代呢就不是电子时代了，是半导体时代。大家听得怎么样？声音可以吗？喂？挺好的，很好，挺很好，好。可以，没问题。OK，这个年代呢，就硅谷就开始进入了加速期了。俊杰，啊，说，请说。没问题，干扰声音，您 OK，60年代开始，硅谷就进入了这个发力的时期了，半导体时代已经到来了。先说一下这个斯坦福研究院，简称是 SRI。它在硅谷的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这个地址在 Menlo Park，实际上就是 Palo Alto 的邻市，在北边一点。这个是一个重要意义，这个叫 Mother of All Demos，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远程的用这个高科技技术做这个 presentation。这个人呢叫 Engelbart，他在1968年12月9号在旧金山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计算机的大会，他把这个连到了他的工作地址，就是 Menlo Park 的斯坦福研究院。这个中间差的路程是，开车的话至少40-50分钟吧，40多分钟。这是人类第一次，他连到了他办公室的地方，然后向全场做了他这个研究的报告。所以这一次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这种形式，所以叫 Mother of All Demos。这个人也是鼠标的发明者，当时人看到这个鼠标惊为天人，就觉得哇，这个鼠标太容易用了，太好弄了。所以这个斯坦福研究院有许多创造发明，包括这个磁性字母识别技术、喷墨技术、光盘记录仪、鼠标界面，他们也有研究药物开发。所以这个它是很有地位的一个公司。这个图就是在他这个斯坦福研究院挂了这么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你看到他是说，互联网的诞生地，1969年，怎么回事呢？当时美国国防部设了4个点，这4个点分别是犹他大学、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就是斯坦福研究院，还有就是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他们用超级计算机在这4个地方设了点。这4个点，他们试用了一种 Internet，叫 ARPANET。这个 ARPANET 是个缩写了哈，我就不讲是缩写什么了，那时间也不够了。那他第一次发射就是在 UCLA 发给斯坦福研究院，他想发一个 lo and behold 这个词，结果一下发错了，发了个 lo。这是一个英文的俗语，lo and behold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Look and see，就是看一看。这句话发出去就是 law 发出去以后呢，斯坦福这边就收到了，这标志着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当然那个时候是很简略、很粗糙的，不像我们现在哈，这个不得了，都什么东西大文件都发过来了。所以他这个发了这么个 law，你别看这种简单的2个字母，被称作就是互联网这个婴儿发出的第一声，婴儿的第一声叫声。11月29号，1969年。下面讲这个硅谷第二个硅谷之父肖克里，他是到底咋回事？他怎么就是把自己给毁了，成全了这个硅谷？巴盼克就是他的弟子了。他招揽了8个世界一流的年轻的科学家到他的手下，他创立了这个公司。这公司的地址在这里，就是在 Mountain View。现在还有列着这个牌子哈，你这个公司已经不在了，叫肖克里半导体实验室。他这个原来他是在 AT&T 贝尔实验室，他来了。这个图呢，就是这8个青年才俊，一还流。很饿的痛死嘞，什么？饿的痛死你不嘞。用管他，不用管他，皮皮虾，你不用管。OK，
这八个人呢，被肖克里搞了来，都是一流的科学家，而且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创了这个英特尔这个公司，叫 Norris。Norris 说，当时肖克里打电话把他招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电话就是天上的上帝打过来的，激动的手都发抖。那这个肖克里呢，他原来是贝尔实验室的，他55年他因为离婚了，他就来斯坦福了，因为他在东部嘛，他心情不好。他为什么来东西部呢？他完全可以去伯克利啊，去 MIT，去这个波士顿啊，因为他的妈妈住在 Montemore，是我们邻市了，就是山景城。他来了以后呢，他就在斯坦福做了教授，心情也不好，但是呢，反正已经离婚了，他就创立了这个肖克里半导体实验室。这八个人就被他从全国各地招来了，都是这个晶体管方面的一流，半导体方面一流的科学家。可是这个肖克利虽然是得了诺奖的人，当然是第二年得的了哈，他呢这个人的管理水平很差，性格很糟糕，他把人都当这个小孩一样的管理，他甚至把人家工资都贴出来，然后呢脾气暴躁，然后不尊重人，所以这八个人最后成了叛徒，逃出去了，不干了。他们成立了这个仙童半导体，叫 Fairchild。成为硅谷历史上第一个创业群体，就是奠定了硅谷的一个文化风格，就叫包容这个背叛的文化。硅谷如果没有背叛的话，硅谷繁荣不起来。所以这个东方国家呢，觉得就是要感恩啦、不好意思啦这些东西，在硅谷不成立的。硅谷就是如果是有利于个人发展，它就要背叛，也是会包容这个背叛。他们最开始其实并不想自己创立公司，他们还是想着就是离开这个公司。到另一家公司去投靠另一家公司，可是这个肖克里的这个是头一号的这个半导体公司，没有人任何别的公司。后来呢，他们就写信找这个各种人，最后呢有一封信寄到了这个纽约的一家重要的银行。这个银行里头有一个职员，本来是个小职员，现在也有名的不得了，叫阿瑟洛克。这个人呢就把他的老板叫克莱纳，他就劝说。克莱纳说："这八个人不得了。”然后这两个人就亲自飞到了旧金山来，偷偷的去见这八个人，在搞了一个 hotel，去亲自去见这八个人。然后他们就谈到最后就说："你何必去找别人？你们八个人就是最牛的，为什么不自己成立公司呢？我就给你们投资好了。"所以这两个银行家加上这八个人就决定成立这个公司，就是这个仙童半导体。那当时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合同，也没有笔，也没有纸，所以这个是。这个阿瑟洛克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崭新的10张1美元的钞票，结果呢就让大家就是在这个1美元上签字，每人留一张，一共刚好10张。这个呢被这八个人被这个肖克里气得不得了，称作是叛徒，八人叛徒，八叛客，traitors it。所以他们就拿出这个名字在这里哈，不用管60年的时候的。所以这张钞票拿出来以后呢，围绕这个钞票就签字，就签了10个人的名字，一共10张，每人保留了一张。后来有一个人呢，有个风险投资家在其中的一个这八个人其中的一个客厅里，发现了这张钞票，是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他高价买下来。现在这张钞票是保留在，就是保留在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里。现在在这个。仙童半导体的这个地方呢，就立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呢就写的就是第一家集成电路的成功的集成电路的地方，就是 commercially 就是商用成功的集成电路，台湾人翻译作叫集体电路，这就是他们成立的这个公司哈。这个公司呢后来散伙了，因为他这个投资商是纽约的一家，其实是荷兰的公司。他们还派了空降兵来管他们，他们本来有自己的灵魂人物的，结果他们又派了一个人管他们，结果弄得是鸡犬不宁。后来这八个人纷纷出走，不同时间出走，纷纷创立自己的公司。所以现在的这纷纷创立的公司就被叫做 Fairchildren。本来他这个公司叫仙童嘛，他现在变成了个复数叫 Fairchildren，就是从这个公司分裂出来，像细胞一样分裂出来的公司有100多家公司。现在我列的这些呢，都是他们这个上市了以后的，这个上市了以后不是都要有一个号嘛？
就是字母缩写嘛，这是100多家，被称作是 Fairchildren， 就是从先从半导体公司里分裂出来的100多家公司都很成功，所以呢，他们现在成了硅谷的主要的大企业。所以呢，人类应该感谢这个离婚的女人，因为有了她呢，才有了这个推开了这个多米诺骨牌，才有了肖克利到斯坦福来创立实验室，然后才有了这八叛客，才有他们出走了以后创立的这些 Fairchildren。所以呢，硅谷又有一个文化叫做包容背叛的文化风格。英特尔公司。这个英特尔公司就是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Fairchild 这个公司里，仙童公司里出来的两个大牛，第三个葛罗夫是第三个加入进来，他是个匈牙利人，他当年是偷渡出来的，56年偷渡出来。当然你们都知道1956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了匈牙利的这个当时的一种民主思潮，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出逃，他呢是跟着家人一起出逃的，他那时候还小，但是他到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管理者，他的管理风格非常厉害的，就是非常兢兢业业，表达能力非常强，所以他们把他搞来了以后作为一个重要的合伙人，所以他们三个人创立的这个公司，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我带小孩曾经访问这个英特尔博物馆，英特尔博物馆是免费的可以去的，他们当时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这本书就放在那是免费的就可以拿的，所以我当时就拿了这本书，很值得看的。这是三人帮，三驾马车了，英特尔三驾马车，一个就叫摩尔，他是善于思考分析谋略和技术趋势的，另一个人叫 North， 这个本来是这个仙童半导体的灵魂人物，他是最后出走出来的，他主管外交和投资顾问，产业和政府打交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葛罗夫，是偷渡出来的人，非常有魄力，非常注重细节，行政推动力极强。那这一本书呢叫《我看英特尔》，这是一个华裔的副总裁写的，叫余友臣 Albert Yu， 他这个英文的这个书名叫 Inside Intel， 这个书名起得非常好。为什么呢？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我们的电脑上面有可能就贴了这么一个标志叫 Intel Inside， 啥意思呢？就是说里头的那个储存器是英特尔出 server 是英特尔出的，但是呢因为你在外面看不到，所以它要切到外头来，因为那个东西是在里头的，所以那个标志就是 Inside Intel， 就是这个东西 Intel 的这个产品是在里头的。那它这个书名呢反过来叫本来那个是叫 Intel Inside， 这个反过来叫 Inside Intel， 意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内部的 Intel 内部的一个管理者，我在 Intel 里头来看 Intel 的这个管理，所以这个书名起的就是很有意思很好。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这个第三个这个人葛罗夫呢，曾经是当年时代周刊的一个封面人物，1997年时代周刊的分佣人物，当时就评价说他的这个Microchips 帮助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好了，下一个70年代，我旁边这张图呢就是一个文章，这是个系列文章啊。这个年代呢就是硅谷成名了，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这个名字怎么不见了，anyway 这个时代呢就是这个图呢就是显示这是个报纸吧，它是一个系列文章，这个周刊叫微电子新闻，系列文章叫美国硅谷，这第一次提到了这个名词叫 Silicon Valley， 这个是第一篇系列文章，第一篇，这个保存在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里。下面我们讲这个基因 Genentech， 他们现在这个公司是在 South San Francisco， 南三藩市，因为它的成立呢，所以现在南方三藩市成为一个生物科技制药公司的大本营，里头有400多家公司，很多是小企业，但基因 tech 是一个巨无霸了，相当于这个生物科技领域的大牛，地位相当于这个像谷歌这样子的。那它有两个创始人，
第一个创始人叫 Swanson， 28岁，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没有创业经验，他刚刚就被风险投资公司给解雇了。当时那个风险投资公司叫 KP， 我刚才已经讲了，他后来不是变成 KPCB 了吗？凯鹏华盈，他最开始两个创业者叫 KP， 他是被这个 P 解雇的，就这个人叫 Planner， 他呢somehow就是说可能对他不满意，他工作了那么几年在这家风险投资公司就把他给解雇了。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又找这个 P 来投资这个 Genentech， 他创办 Genentech 时候回头来找他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硅谷这个的东西的大家互相不记仇的，那个只要就是合作能够成功就可以去捐弃前嫌。就 Swanson 呢，他没有任何生物科技方面的背景，他不懂，他一点都不懂，但是他当时呢就看中了这一项，因为他在这个风险投资公司干的时候他就审阅了很多项目，其中这个生物科技的项目就引起他的注意了，他一再的强调说这个是个大的好的方向，但是没有得到上层的重视，所以他解雇了以后呢，他心里头老牵挂着这件事情，他还想找工作，还甚至跑到英特尔去面试都没有被录取，但是他同时就在想着这件生物科技的事情。当时这个生物科技呢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离这个商业的应用是路程还远得不得了，他就拼命的打电话找这个实验室的这个一流的研究者，都被拒绝了，直到找到了这个人，就是第二个创办者，这个人呢也是个大拿，是 UCSF 的生化学家，他呢和斯坦福一个教授叫 Stan Cohen， 这两个人呢共同持有了 DNA 重组技术的专利，当时还没有这个专利了，这是后来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这个领域的非常非常前沿的，非常有这个有突破性突破性贡献的两个人，结果他就正好打到这个人，这个人不耐烦，就想应付他，不想跟他多啰嗦，他要求见面，这个人就答应了，说那我只能给你10分钟见面，我忙得不得了。这个人叫 Boyer， 后来呢他就做足了功夫，这个 Swanson 就查遍了资料，研究的透透的，然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到了 UCSF 去跟他见面，这个是历史意义的，在现在在 Genentech 这家公司的外面都有这么一个雕塑，就是星期五下午答应10分钟，结果呢相见恨晚，越谈越投机，变成了4个小时，最后他们决定开办一个公司创业。创业的时候呢各分别拿出了500块钱，这张支票就是创业的时候的支票，这个做 presentation 的这个人呢就是 Swanson， 500块钱投资，后来上市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分别获利$532 million， 这是特大的成功，在1976年创办的公司，这现在 Genentech 的这个外景 Genentech 简直就是很多楼几十座楼，是标志着生物科制药技术划时代的起点，当时所有的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都认为离生产药物离这个商业应用还远着呢，现在只是实验室阶段，但是他就敢想敢干，其实就是9个月他们就成功了。所以呢 Genentech 呢1977年就生产出第一个生长激素抑制素，78年又生产出人体胰岛素，后面还有大批的药物，都是这个大分子的，因为以前的药物都是小分子，直到 Genentech 成立以后才开始有大分子的药物，所以它是生物技术的划时代的起点。当时这个 Swanson 呢就是有意思哈，他那个一直是要上市嘛，但是那个美国的这个证券交易所呢就是不断的有提出新的问题，推迟这个上市，搞得他们没有办法，帮 Swanson 当时是要结婚的了，最后呢他们因为这个上市的事情一直推迟，他们要到欧洲去路演，结果呢这个欧洲他们要去好几个城市，一共4天啊，这个街道很有意思，叫 DNA 街，就是 Genentech 有这个街就叫 DNA 的街，然后横街呢叫福布斯街，你看福布斯就是那个来钱的那个东西嘛，福布斯财富排行榜，
所以这个两个鉴定很有意思，就表明这个科学和这个商业和这个创业和企业结合在一起了，是个十字路口。OK， 讲到就是他们要去路演。80年9月份准备路演到欧洲，要四天去十个城市，可是 Swanson 呢又要结婚，没办法了，他这个蜜月就跟这个 trip 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就同时度蜜月同时路演。怎么办呢？白天他在路演，他其实就在附近到处转，然后他晚上再去找他，或者是剩下半天再跟妻子再去旅游。同行的还有六个人，六位高管一起跟着他们去度蜜月，变成了什么呢？他就戏称作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因为他们七个大男人加上他妻子，所以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OK， 刚才讲到不是他被这个 Clan 被他原来的公司嘛，就是 KP 的公司被 Clan 给解雇了吗？这个投资人恰好就是他，他又找回来了，他劝说他投资 Genentech。 这个 Clan 呢研究了半天，觉得确实是个好的方向，想投资，但是呢拿不准，尤其是要大投资，万一失败了的话就打水漂了。他们要在实验室做一些东西的话呢，是要买那么多的仪器，要买那么多的设备，很大的投资，怎么办呢？斯旺是天才啊，他发现就是投资者很 concern， 怕这个打水漂，他提出什么外包 outsourcing， 就说我现在我有搞几个人， 只付工资，不用建实验室，不用买设备，我就把这些东西呢外包给美国的著名的实验室，大学的实验室，让他们去做。这个花的就是花小钱了，一旦实验室做成功了呢，可以进入中式和大式了，然后再大批投资工厂啊，建实验室啊，再去做下一步。这下子呢，这个投资商的疑虑完全消除，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出现外包的这个主意。所以现在呢，很多公司外包就是叫 virtual company， 就是我现在没有实验室，我就是这外包到外面去做，就是第一次就是从这个斯旺森这个人首先天才的主意先开始的。所以呢 ，IPO 当天就是上市的当天呢。这个投资商这个 Clanier 打电话给 Swanson 当时在加州呢，他说你现在是我认识的最富的人了，因为投资当天股票大涨，你想想这当年是个仇人啊，是他把他给解雇了的，现在成了这个合作的伙伴。而且这个 Swanson 很奇怪，他住的这个室友也都成了大牛了，他第一个室友被他弄了去做 Genentech 的 CFO 了，第二个室友呢成风险投资家。所以这又是硅谷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冒险和抓住机遇，当别人认为不可能还早着呢，他就敢为天下先抢住抓住这个机遇，最后就真的就成功了。这是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以前是硅图的地方，你可以带孩子去看啊，计算机历史上面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天开放，还有导游和演示 tour 和这个 demonstration。 8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硅谷兴起的时代了。旁边这个图呢就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呢这个是什么？个人计算机的是用了5个 E 打头的单词，叫 energetic， 就是精力旺盛。第二个词是繁荣，第三个词是兴奋，第四个词是电子，第五个词是80年代。这个摩尔定律呢是摩尔提出来的，它是讲每18个月，大约18个月，芯片的功能性能会增长2倍。而且是个线性的关系，所以一直直到最近都还是适用的。当然呢，可能会现在可能慢慢的会就进入了几个缓慢期了，就不是这么一种线性的直线上升的趋势了。下面讲这个大牛乔布斯，他呢20岁的时候遇到了他的搭档，这个人也叫 Steve， 这个人叫 Wozniak。Last name Wozniak， 这两个人是最佳搭档。这个 Wozniak 是个天才，从 UC Berkeley 毕业的，
他设计的东西妙得不得了，用很小的元件就能设计出非常好的东西。有一个技术大拿说，每当看到他设计的东西，吓得裤子都要掉下去，裤子都会裤带就要解掉。然后他们是在斯坦福的电脑发烧友俱乐部，在75年认识的。76年愚人节的时候，两个人合伙开了公司。当时这个 Steve Wozniak 可能还不想开，因为这个人比较保守，还在有一家好的 job， 不想离开。他整天哭劝，这是 Steve Jobs 天天劝，甚至动员了 Wozniak 周围的亲友去劝他。然后最后一句话打动他，说我们即使失败了，但是至少我们这一辈子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后来这个人就答应他了，跟他一起创业了。这是他们弄的第一部苹果机，旁边的这个图里头列出了他们的这个车库的地址。这个车库呢很有纪念意义，就在Los Altos，是我们Palo Alto旁边的那个城市。当年那个马库拉这个人，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37岁的时候他已经赚够了钱，打算退休了。但是突然发现了这两个天才，他其实平常是不去亲自看这些车库的，他都坐在办公室，每个星期一下午他接待这个创业者，给他们提供建议。但是呢，有人推荐了这两个人，他觉得好奇，他那一天就去亲自看。他到那个车库一看，他吓一跳，不得了，他们的设计都是远远超前于其他的设计，所以他就当场拍板了，就资助他们，他自己有钱嘛，他这个马库拉就亲自当那种 CEO， 然后亲自帮他们写这个 business plan， 因为这两个人不会写，亲自帮他们搞，然后呢，把他们扶上马。然后一直就是创这个苹果公司，这个马库拉这个人也最后成就很大。所以，但是呢，85年的时候，乔布斯就被驱逐出了苹果公司，因为这个整个的公司有管理团队，他们还雇来了一个人当 CEO， 是原来可口可乐的。然后搞来搞去的内部斗争很激烈，最后乔布斯被驱逐出去，这是他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当然，你们都知道，后来他又回来了哈。那他们当时被驱逐出去说心情沮丧，他还去征求斯坦福生物学这个教授，这个人得了诺贝尔奖，还去听从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验。然后乔布斯还经常到斯坦福的一个地方去打坐，这个地方叫灵修中心，想去看的人呢，这里有地址。乔布斯这个先暂时讲到这里，下面是讲这个斯坦福技术特许办公室。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办公室，简称是 OTL， 为斯坦福赚足了钱。美国的任何大学都比不上这一个办公室，他们都学这个斯坦福技术特许办公室，都学不来。这个办公室呢是鼓励学生创业，宽容他们职务发明，然后呢他们发明了以后，他们就占用很少的股份，或者甚至不赚股权，但是长期来说是个双赢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慷慨的巨额捐赠。所以他们用育了很多传奇的创业公司，比如说思科呀、生阳啊，有的时候翻译成太阳、雅虎啊、谷歌啊、eBay 啊、领英，就是 LinkedIn 和特斯拉。这个斯坦福出来的企业80年代呢是3000多家，到了90年代7000多家。88年到96年，斯坦福人的企业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硅谷5000多家的企业创办者是斯坦福的师生。2016年，斯坦福培养的企业家有1006人，创办的公司850家，融资达到了182亿。所以斯坦福每年获利呢，有三个大的项目是每年获利分别都超过1 million 以上。这三个项目专利呢，就是一个是重组 DNA， 就是刚才说那个 Genentech 那个技术。因为其中的一个发明者专利者是 Stanford 的人，另一个人是个 UCSF 的。第二个就是音效合成，第三个呢是 MRI， 就是这个叫什么呢，磁成像。这三项呢就每年都给他们带来 1 million 的这个收入。08年的时候呢，这个特许办公室创建者，因为谁都没有让他弄这个，是他自己，他本来就是个小办公室，他自己就发现这方面要斯坦福要加强，他就不断的把这个办公室扩充了，越办越好。因为他的贡献，他被入选了名人堂，
叫 IP 名人堂，就是叫什么呢？就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产权、知识产权，入选了这个名人堂。所以硅谷的人呢，远远不只是把沙子变成了黄金，他们甚至是把沙子变成了智能。纽约时报这个新闻周刊把斯坦福叫做 Get Rich University， 确实斯坦福这么一个学校，他们得到的这个钱富可敌国，比很多中小国家的钱都多。所以它核心价值就是转换技术的转换。下面我们讲到1990年代，这个年代是大繁荣的时期，迎来了互联网的时代。旁边这个图呢，是一本书叫《从零到一》，是 Peter Thiel 写的。这个 Peter Thiel 呢，被称作是硅谷的教父，他的这本书呢，被称作是硅谷的这个创业的圣经。下面这个 link 很有意思哈，这个 link 是什么呢？是一个学生在斯坦福上课做的笔记。因为 Peter 呢是在斯坦福开创了一门课，就是创业的这么一门初创企业这么一门课，很多人都去上。然后这个学生呢把他做的很详细的笔记 post 到了网上，然后呢这个非常流行，很多人都喜欢看。Peter Thiel 知道了这个事以后呢，找到了这个学生，然后两个人合作把他搞成了这本书。所以你看到这个 Peter Thiel 这个名字很大，下面一行小字就是这个学生的名字，被称作是 Ghost Writer， 就是枪手。那这个时代呢，就是九十年代末，硅谷每天都会诞生60多个百万富翁。那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首先呢，就要讲到这个 PayPal Mafia。 Mafia 这个词呢，就是黑手党或者黑帮的意思。这是一个 PayPal Mafia 的全家福，这批人最后都变成了硅谷的非常活跃的创业者。当时这个照片拍的时候呢，你看到上面这两个照片我是加上来的，左边的这个呢是 Elon Musk，他当时是参加一个颁奖的会议，所以没有出席这个聚会。右边的这个呢，是我们华人的创业者，叫 Steve Ma， 陈师兄 Steve 陈，他呢是 YouTube 的创业者，当时他有事，所以也不在。所以为了让他这个全家福全一些，我们就把这两个人加了进来。每个人呢，我都标了号，但我就不细讲了哈。每个人背后都有很有意思的故事，都创造了很多的价值，很有价值的公司。主要的人物是谁呢？第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PayPal 黑帮的龙头老大，被称作是硅谷教父的 Peter Thiel， 他是硅谷众神殿中的投资之神，被称作是自由市场的天才，他是毕业于 Stanford。 另一个人呢叫 Lufkin， 是 Peter Thiel 的铁搭档，他在 PayPal 里做 CTO。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他有一帮子人都是把持着 PayPal 的技术部门。这个人呢是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毕业的，所以呢，实际上这个黑帮就是这两个大学的校友关系。Peter 呢是从 Stanford 拉出一批人才，然后呢，这个 Lufkin 呢是从 UIUC 拉一批人，他们两个人合起来办了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呢，最后呢就变成了 PayPal， 最开始叫 Infinity。这是他们的这个创业人的这个图谱，你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各种关系网。这些人呢后来离开了 PayPal， 因为 PayPal 被别的公司买下来了，所以他们就不想待了，就分别撒遍了硅谷创业。然后现在的这个很多知名公司就是来自这帮人，知名的公司就有这些，什么 LinkedIn 叫领英， Yelp、 Slides、 YouTube、 YammerSpaceX、 Tesla 等等。然后呢，投资参与的著名的天使案例都有什么脸书啊、 Uber 啊、 Airbnb 等等等等。而这些人里头呢，这个创业群体出了3亿万富翁，还有7个独角兽。独角兽的概念我已经在前面都讲过了，所以这些独角兽有什么 Tesla、 LinkedIn、 Palantir、 SpaceX、 Yelp、 YouTube 和 Yammer。你会注意到，就是说最领头的这两个人 Peter Thiel 和 Max Lufkin， 其实还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叫钢铁侠。这个人呢，
现在红极一时哈、啊，他创造的公司有好几个 ，SpaceX、Tesla、Solar City， 都是跨度很大的公司，而且每个都很成功。他自己口出狂言说：“这个星球不配我死，因为他要送人到火星上去。”但是呢，他在斯坦福只读了一天书就 quit 了，啊，这个人很牛的哈。OK， 所以呢，他们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批创业者就穷心灿烂，撒遍了硅谷，带动了整个硅谷的这个生态链。OK， 下面我就讲这个 PayPal 的最关键的五个人，我把他叫做江湖五绝，这学金庸的了。东邪 Peter Thiel 就是这个大佬，他们这个核心的人物，被称作是硅谷教父。他是黑帮头目，英文叫 Don， 黑手党的党魁，正中带有七分邪，邪中带有三分正。Elon Musk 是吸毒，他是他的有名的名言就是骑最快的马，爬最高的山，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玩最利的刀，杀最狠的人，睡最美的姑娘。他搞的这些企业除了 Tesla 以外， Tesla 是这种就是电池了哈，用电池来发电，不要汽油。然后还有什么呢？打算建这个真空高速铁路，从这个旧金山到洛杉矶。还有呢，就是 SpaceX 是发射火星，同时发射很多还回收，这简直都不可想象。这都是这应该是国家干的事情，他可以一个私人企业就可以干得了。这个而且企业的跨度都是很大的。所以这个被称作就是下一个这个，他被称作是这是 Steve Jobs 的接班人，就是 Steve Jobs 去世了以后，硅谷总会有一个特别牛的人物成为一个新的，就是众多杰出人物里头合力集穷的一个人。中通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URUC 来的这个 Lufkin， 他这个人物也是硅谷的创业玩家，他就是不同缔造公司然后就卖掉，因为他的快乐就像小孩玩积木一样的推倒重来。他创了一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司进入了正轨了，他就觉得没意思了，就是 routine work 了，他就又要寻求刺激，就会又去创业去了，他这个公司就给别人了。北盖这个人是叫 Hoffman， 被称作是硅谷人脉之王，救火队长，就是哪里有重要的问题他冲了过去就去救火，现在他是 LinkedIn 的。这个男帝就是叫 Sachs， 这个人呢是会议警察，他经常就是所有的会他站在外面听，如果会议十分钟他觉得这个拖拖拉拉不入正轨，他就冲进去把大家都赶走不让开了，就是要求这个会议要非常精简，非常非常就是讲关键问题，不用大家就是扯皮，他的运营管理是非常厉害。这五个人是江湖五绝，这五个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帝国。你像这个 Peter Thiel， 他呢是创业者经营者，又是顾问又是投资人，你看一大堆的企业我就不细细的讲了，每个企业都是有很多的故事的哈。这个 Elon Musk 刚才已经说了好几个， Tesla 呀， SpaceX 呀， Solar City 呀，等等等等。中间的这个 Lufkin 他也是一堆企业，这个细的我就不讲了。现在讲讲这个 YouTube， 我就有点偏心了，因为这个创业者是我们华人，这个人叫陈思俊，台湾移民，九岁的时候来美国的，他在 URUC 读书，就剩半年就要毕业了，为了创业从学校给退学了。有时候你觉得很可笑，半年哦，很快就拿个学位了，可是商业这个事情就是像打仗一样的，时机不能机不可失啊。他为了这个创业，这个他如果迟半年，可能就会被别人抢先去搞了这个，所以他就宁可不要学位了。他出来创业的这个20个月就赚了130亿。他的创业的合伙人是两个小兄弟，其中一个是他在 URUC 的同学，叫 Chad Hurley， 另一个人不是 URUC 的。叫 Chad， 这是他们创业的地方，在San Mateo一个二楼，
楼下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日本餐馆，这个里头有地址，大家可以去看。2005年创业的，后来在这个 YouTube 被谷歌给买下去，因为谷歌也想搞这个视频这些东西，怎么都干不过 YouTube。最后呢，美国有句言语，如果 If you cannot beat it, join it， 就是你如果打不过它，就把它给参与进去，它大不了就把它买下来了，所以他们就把它给吞并下来。所以这个公司呢，一年以后就以16亿美金价格卖给了谷歌。这两个校友呢，陈世俊和 Chart 呢，就继续在视频社交网方向上创业，就又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Mixbit。注意到吧，这个 Mixbit 曾经就在刚才说的那个，University Avenue， 就是大学路上面那个信用楼 Lucky Building 里，他们曾经租了个 office。然后另外一个创业者呢，他现在做了投资人，创业的公司的这个基金叫 U University， 专门扶持大学生创业，这个公司这个基金也很有名。好，这个网景，网景这个事情呢，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互联网的大爆发时期。创业者其中一个人是个著名企业家叫 Clark， 他在斯坦福还捐了一个楼。他呢对技术团队和市场都是非常敏锐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呢年龄也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呢就是已经很没有创业激情了。但是突然呢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创业的一个未开采的处女地，就是互联网。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22岁的人，这个人呢叫安德森，他当时还在 URUC 读书，马上要毕业了，计算机的天才。这是在时代周刊上面的封面人物，就是这个安德森。然后他亲自飞到了 URUC 这里去见他，然后发现就是这个人不得了，一定要把他拉出来创业。而要拉出来的话，他有一帮小兄弟的，他就同时面试了他的那几个人，差不多5-6个人一起都拉到了硅谷来创业。因为硅谷这个环境好啊，所以呢这个93年创办了网景，叫 Netscape， 巨大的即时力量重塑了美国社会，标志着信息时代大潮来临。当时呢，他们好多公司眼红啊，这个微软公司就跟他们就开始竞争了。微软推出了一个 Explorer， 那也是一个就是可以上网的。Netscape 和他们互相竞争，但是他们很缺德，那个。Microsoft 它是捆绑在这个，它捆绑在它这个 Office 这个里头是免费的，最后呢5年之后把他们击垮了，就是网景被击垮。这是 Netscape 最开始的一个办公室，所以他们这个公司用了16个月就上市了，这创了记录的。然后呢，第一个上市的网络公司就是概念股，以前上市都要有收入了才行，这个公司是第一次就是还没有收入，就是凭这个概念。就上市了，一下子就是股票升得特别快。然后这个金童22岁的安德森就从一个穷学生突然变成了1.74亿美元的新贵。后来他们被这个微软给打败了以后呢，美国还把微软要拆分，说你这是这个反托拉斯 antitrust， 就是你这垄断。但是已经来不及，即使把它拆了，你这个网景已经被给搞死掉了。所以这个安德森，但反正也有钱了，他后来成了一个风险投资家，这就是他后来的样子。你看他这个脑袋像一个尖尖的脑袋，像一个鸡蛋一样的，叫 Egghead。 他很厉害的，他后来还是这个谁的小扎斯伯格的人生导师，他给 Facebook 投资很多的，也算是人生的这个赢家了。时间已经快到9点了，我后面就快快的讲一下了。现在讲到的是90年代，甲骨文公司，这个创始人是拉里，他有两个技术的伙伴特别牛，因为他因为这个两个技术特别过硬，他所以他就艺高人胆大。曾经有一个公司有一个项目，很大的一笔预算才能搞定，他自己算了一下，就是几分之一就能搞定，所以他就很胆大，用低价就拿下了这个项目。然后这三个人最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找投资人的时候，人家都更看不起他，前台还检查他们提包，就是怕他们把这个
这个 waiting room 里头的 Newsweek 这个杂志给偷偷的涮走送走了。开始他们租不起办公室，还不得不个轮班制，就是你今天白天来，我晚上来，这样子他们都穷到这种程度。可是最后真的是成功了，你看成功了以后，他还投资美国的这个美洲杯，这个队把每七年的美洲杯落在别的国家都抢回来了。所以这个人也是很牛的人，他这个地址在这里，在 Redwood Shores， 他这个building 都很漂亮，地下那滩水吧，这个大水池其实是可以喝的，可以饮用水，就是防止万一发生了重大灾难的时候呢，被困在楼里的人能够有这个就是淡水可以喝。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高科技的分众人物，他们传奇的故事总是伴有超级的技术天才。比如说 Steve Jobs， 他就有那个也叫 Steve 的那个超级天才帮他。你像那个 Bill Gates 也有他的发小 Alan， 那也是技术天才。他们都有这个技术天才在帮他。这个太阳微系统公司，这个呢，它的简称就是 SUN， 所以叫太阳，因为它是 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这四个人的创业者各有特长，其中有一个印度人在第一个在红车前面的，这是他这个公司。其实这个公司呢，现在的这个 Waves 呢，就变成了 Facebook 了。这个公司后来被这个 Oracle 给买下去了，就是甲骨文买下去了。四个创始人27岁，第一个人是个领军人，这个人后来投资了谷歌了，被贝尔斯托尼投资谷歌了 Andy。 第二个这个人牛啊，这个人是个印度人，他只用了7页的商业计划书就让这个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杜尔就心服口服了。所以他这个商业计划书堪称是典范，最为简单直接的商业计划书永远是最好，因为一般的商业计划书7页是不够的，被称作是最有商业才华的合作伙伴。这个人是首席执行官，这个 Bill Joy 也是个牛人，被认为是天才是程序设计师，互联网时代的 Edison， 他是 UC Berkeley 毕业的，曾经一个团队干到做一个项目做不出来，他只用了几天就给搞下来。所以呢，硅谷的核心价值就是合作互补，这四个人是合作互补的典范。雅虎大家都知道，这个杨致远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他捐的楼在斯坦福，这两个楼都是他捐的，这个地址在这儿。两个楼的 名字很有意思，就叫 Y2E2， 因为什么呢？因为杨致远的日本太太，他的 last name 也是 Y 打头的，所以呢，这个名字呢，斯坦福冠名嘛，他这个捐的这个楼就冠他的名，然后呢，这个楼的用途是环境和能源，所以就是两个E打头，所以这两个楼就简称叫 Y2E2。 这两个人，这个创业者也是两个人，两个博士生，导师正好是 sabbatical， 就是学术休假不在，他们就上房揭瓦了，整天不好好写论文研究做研究，就搞了这么业余搞了这么雅虎这么一个网站，结果没想到大获成功，点击量上百万，搞得这个 Stanford 总机都宕机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觉得该创业了，所以他们就不读书了，从学校 quit 了。当时居然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当时的计算机系主任叫 John Hennessy， 这个后来当了 Stanford 的校长，他大力支持他们。同样的这个校长又支持另一个叫谷歌，就是比这个雅虎还牛，这是隔了几年兴起的。但是最讽刺的是，他们的创立的时候，这两个人是在这个楼，这个楼是谁呢？比尔盖茨捐的，叫 Gates Computer Science Building。 为什么讽刺呢？因为后面谷歌和个微软打官司了，这个后面我会讲到的。所以他们这两个创始人 Larry Page 和这个 Sarin Brin 也得到了当时的工学院院长支持，他们发明了一种搜索方法，这个方法比雅虎还厉害，专利权归斯坦福，所以斯坦福大赚了一笔。就后来谷歌又有钱的不得了，斯坦福就靠这个专利就赚很多钱，他换了股票获利 3.36 亿。然后他们最开始找学校帮忙没有钱啊，就找到了个校友，这个校友你们熟悉吧，这个名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太阳公司的第一个那个创始人。他呢不懂互联网，但是呢他当场就说，我用你的这个技术搜一下。他搜了以后发现确实效果特别好，
比别的这个搜索引擎都好，所以当场他就写了个$100,000的支票。另一个教授呢，斯坦福的教授 David， 他也写了一个$100,000的支票，所以呢，他是史上最有价值的、最值钱的一个天使投资，因为他的股票获利了$336 million。然后他们曾经干不下去，还想卖掉，结果呢，好几家都不出的价也不高，还拒绝。我想他们现在可能很后悔。后来呢，凯鹏华盈和红杉投资给他们分别投了2500万。这是他最开始创业的这个 garage， 在 Menlo Park， 这个房东也跟着沾光了。这个房东叫 Susan， 本来这个房东人家有很好的 job， 干得很好，结果这个房东突然有一天发现他这个搜索量大得不得了，终于他这个房东也叫应他的这个谷歌了，也 quit job。本来他这个房东这个租房子给他吧，收费很低，就1500块钱一个月。这两个创业者还觉得过意不去，还加200，还给他股票。这个房东后来当然大赚了。但是这个房东也是很厉害的，这个苏珊现在是主管这个 YouTube 这个业务的，而且他姐妹三个都很牛，他的妈妈也很牛，他的妈妈被称作是硅谷教母。这个他的妈妈是现在在斯坦福很有名的高中，就是 Pauli 这个高中 Palo Alto High， 是当这个新闻系的这个老师，非常有名，叫 Easter Wusiki， 三个女儿有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Susan 是 YouTube CEO， 还有一个是福布莱特的学者，是著名的儿科医生，第三个人 Anne 是现在是23andMe 的这个 CEO，就生物科技公司的 CEO。 所以这个上市以后呢，每股85块，立刻升到了230亿，很多雇员瞬间就成了100万富翁。所以他们三驾马车，因为除了这两个人，他们还雇了一个，他们的薪水都$1，主要靠这个股票。他的股票的定位就定发了这么多万份，刚好是这个数学的个 E 的这个值，所以他们这都是 nerd，干事情都喜欢干这个事情。谷歌不只是搞搜索引擎，它引领潮流，什么无人驾驶、人工智能、AlphaGo 一大堆一大堆。现在的这个 CEO 是个印度人，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也是斯坦福的校友。新世纪来了，这个世纪是突破的，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代。旁边这个是一个图，是个星源。这个图咋回事？这是作为一个 gift， 当时是我代表两个孩子到印度尼西亚参加国际数学竞赛的时候，我们一共8个孩子过去，有一个妈妈很会选礼物，因为各国的 delegation， 各国代表团都要给个组委会给个礼物，她就选了这么一个芯片，很有硅谷特色，这么一个芯片的礼物送给她，现在挂在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这个照片是在那拍下来的。乔布斯又回来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叫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翻译过来叫什么呢？求知若渴，这个虚怀若谷，就 foolish， 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聪明，你要像一个傻子一样，面对新的科技，面对新的领域，你都要虚怀若谷。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很有名的这句话其实是他在斯坦福的一个演讲，他呢改变了工业的三大工业的规则，计算机、音乐和电话，因为他这个手机是把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了。刚才说的那个马库拉是著名的企业家，就是把他们扶上马了以后呢，他就发现这两个创业者，他的评价是说什么 Diamond in the rough，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未经雕刻的钻石，这是这么评价。当然现在那个乔布斯成了大拿了，就是经过了这么烈火重金以后呢，他这个敏锐的观察，他甚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市场去调查说客户需要什么，因为客户不知道，有的东西你没发明他是不知道的，你发明了给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这是这个乔布斯的名言。那他这句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是在斯坦福的毕业典礼上2005年演讲的时候的一句话。这个毕业典礼呢很有名，每年毕业典礼都有大牛来讲了，所以是免费的，而且免费吃喝，所以小镇变成了一个民俗，大家都会冲着过去听这个演讲。所以这个
Steve Jobs 带来了硅谷一个核心价值，就是永远追求完美和卓越。因为你看大家为什么喜欢那么多果粉，就是因为他的手机做的太完美了。他不只是工业上的这个一流的技术上一流，他在美学上工艺上也是一流的，所以他让这是工艺美学和技术的完美结合。当然有一个人搞笑了，他把这个话就是这两句话给搞笑搞成什么了，做吃货，做二货，这 foolish 是二货，这是傻子呢， hungry 是吃货，他翻译成这样的，这个也挺有意思。这个是一个照片，就是 Steve Jobs 设计说把这个苹果公司搞成一个像 UFO， 是个圆形的东西，现在已经基本建成，大家都可以去看，现在变成硅谷的一个景点，凡是各个外地过来的人都要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 Steve Jobs 算是王者归来。现在已经九点了，我后面没关系，你要是还有的你再讲，还有十个左右的幻灯片，我干脆就是草草的过一下算了，来不及细讲。 Facebook 这是他的最开始创业的地址啊，注意到吗？这个大手指，这个大家都喜欢在那照片照照片。其实你跑到后面看一眼哈，后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太阳公司的地址，太阳公司那个大标志，因为它后来不是没了嘛，被 Oracle 买下了嘛，它这个地址就是 Facebook 了。那后面那个牌子后面就是，太阳的标志，大家可以去看。Steve 这个创业者扎斯伯格，他生活极端简化，他不是简朴，是简化，就是他不想在选衣服上浪费时间，他所有的衣服都一个颜色，抓起来就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天天不换衣服呢。其实就是这种人吧，他就觉得时间花在这上面都是浪费，他就是把所有的生活的所有的事情都简化了。他为了把这个人叫 Sandberg 抓来，这个人是一流的管理者，比他大了几岁，十多岁，他当时他是二十多岁，这个 Sandberg 37岁，他为了把他弄来，耍尽了各种心思，最后甚至提出什么呢？给 Sandberg 的儿子教击剑，因为这个扎斯伯格击剑水平很高，因为他当时上私校的时候，他的业余的这个爱好就是击剑，水平很高，他就教他儿子击剑作为一个条件，把这个人挖过来了，挖到他的公司来。那你们都会觉得奇怪，这个 Steve Jobs 这个扎斯伯格为什么 Facebook 建在硅谷？他从小生长在东部，上大学也是哈佛，他那边呢也不缺人， MIT 有一流的人才，他干嘛建的硅谷呢？这就牵扯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叫竞业禁止条款 No Compete Clause。 这个呢各州都有，就是把人给固住，你看这个图就是人一条腿给拴住了。竞业禁止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允许员工离职后使用原公司的技术创业，然后对于公司从事在对手的公司从事同种技术的工作，然后从事的业务与关原公司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也不行， reasonable compete 都不行， possible compete 都不行。可是1877年加州的劳工就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加州劳工法1877年是不允许对雇员进行人身限制，雇员可以任意雇佣 at will， 就是你企业也可以随便解雇员工，不用讲理由，员工任意离开也不用讲理由，就是 at will。 然后呢可以自由随时终止雇佣关系，不承认竞业禁止条款。所以在加州呢，你如果是离开了，你从事同种工作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他的原则就是说我吃饭我就是靠这个，我就会这个技术，我离开了我不拿这个技术干活的话，你让我怎么办？你总不能 让我去当在餐馆里洗盘子去吧，这个就是我的饭碗，你不能限制我。那你如果是说我必须要不能从事这个东西，那我就被你绑住了，我只能在你这家公司了，万一这家公司我不满意我就被你弄住了，这个都是不利于就是说人才的流动，也不利于这个整个这个地区的繁荣。所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5年微软和谷歌的撕逼大战，怎么回事呢？这个李开复当时是微软的全球总裁，
结果他离开了，到谷歌去了，双方打官司，然后微软是要求，就是法官下令不允许李开复在谷歌从事相关专业。但是呢，李开复呢，当时的家就搬在了硅谷，他的女儿就在我儿子那个高中甘哈也上学。然后呢，这个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如果判定管辖区，这个管辖区如果判定在了硅谷的话，李开复就赢了，谷歌就赢了，因为加州有这个规，有这个条款的，你不能限制他，他在谷歌干什么事情跟你微软有关系，你微软不能限制，我不受你限制。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 Facebook 要跑到硅谷来开公司，因为他在波士顿的话，他如果找人的话麻烦了，如果那个人在你另外一个公司，你弄来的话打官司把人都给磨死，那个美国的官司旷日持久，你这个是薅不起的。在谷歌，在他这个硅谷的话呢，他这个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硅谷就会繁荣，跟这个是有关系。你看这个是李开复的一个贴的一个帖子，这个是轰动一时，这四家公司都是很牛的公司，你看这个图，英特尔、苹果、谷歌和 Adobe 四家偷偷地订了一个攻守联盟的协议，私相授受，说什么呢？说这四家的条文就是说不允许自己公司的员工跑到对方的公司去，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怕这个互相跳槽，四家订了这么一个协议，结果这个协议被公布了，引起了大的宣很大的这个争议，后来这四家公司赔了4亿美元，给很多员工都分到了这个钱。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谷歌的一种精神，就是自由跳槽，允许背叛，允许自由流动，允许人才的这个寻找他们自己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核心的价值，法规保证竞争和活力。2010年代。这个年代呢是共享经济的时代，就是转型了。移动应用程序的公司 ,apps 这种 business 很多，比如说 Uber, Lyft, 比如说 Airbnb, 还有这个 DoorDash,DoorDash 我想说两句，他这个创业者三个很年轻的人都是我们华人。高中呢有的是在上这个在这个我们很有名的一个私立高中叫 Harker, 然后这几个人呢是后来上了 Stanford。我认识的一个小孩是我儿子，其实我女儿那一级的甘海的，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被这个公司给雇佣了，那公司不知道他是高中生，如果知道的话是不会雇佣的，这个孩子就 隐瞒这个身份干了4年，就作为高中生就在这家公司里干了4年，因为这个孩子设计能力很强，后来还变成这家公司这个设计的 manager。 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设计，你看这个这个图哈，这个图 DoorDash 这个图是他的设计，很简洁，但是呢他设计出一种速度，让你感觉到就是说这个 DoorDash 他的这个 business 是干什么的，就是餐馆跟他们都有联网，然后任何人通过这个 apps 可以点餐，他亲自给你送过去，所以这个看上去的就是一个这像刮风一样的这个速度的样子，讲究的就是说我可以给你很快的送来，这个 dash 的意思也是快的意思，所以他们这种显示的一种核心价值就是破坏和颠覆。为什么叫破坏和颠覆？听上去是坏词，但是在硅谷呢这是好词，就是凡是你能够把一个以前有的经济模式给破坏了、颠覆了，那你就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你比如说 Uber 是为什么？它就颠覆了传统的出租业，你出租车你还要找这个出租司机什么什么，你现在 Uber 人人都可以当 Uber 司机，你只要上了这个 apps 平台，你可以随时的下班你可以赚钱，或者你全天候的干这个事情也行，它就是让这个客户和这个干活的人直接有联系了，中间就通过一个平台，通过一个电脑这个平台，不需要中间多一个层次。Airbnb 也是一样的，他就把这个 hotel 的这一项目给，就是这个 旅馆的这个生意给抢去了，他让你平头老百姓直接就跟客户直接打交道，你直接就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你愿意住的地方，
所以你有家里有这个空余的房子，也许这个月空了，也许是这半年空了，不是全天，你可以就租出去都可以的。所以这是颠覆和破坏。这个分享投资家永远都是要找这种具有颠覆性的、有破坏性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呢才能有大的领域。所以呢就是找处女地了，未开采的处女地。这个人我喜欢，我想说一下，就是袁征，他是 Zoom 的 CEO。按说他找的这个不是处女地，当时他创业的时候，这个 Zoom 的时候，这个市场已经很拥挤了。但是呢，他的理念是我可以在这个市场做的比别人好，所以他去年前年被评作是2018年被评作是最好的，全美国最第一名最好的 CEO， 压倒了苹果呀、谷歌呀、这 Microsoft 这些 CEO， 排在第一位。所以90%的员工的支持率，这是第一个说获得这种荣誉的有色人种。他来美国被签证拒签8次，他自己讲来美国时候英文还很不好，就靠努力，就靠拼搏。这个人情商也很好，永远是笑嘻嘻的这样。这个员工也对他非常的拥戴。这是他公司，我去的时候拍下来的。我曾经跟他去见面，后来见了好几次面吃饭，现在是朋友了。所以我很佩服他，他有一点体会，他跟我说，他观察了职场上出色的人，分别都有各有特色，但是很难找到共同的特点，但是唯一有一点相同的就是都很感恩。现在他这个公司股票去年上市了以后不得了，这大涨，尤其现在疫情大家都用 Zoom， 所以涨得很厉害。现在他成了这个福布斯排行榜第46位。是华人历史上排行最高的一位，所以他这个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最高最好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感恩，有一颗感恩的心。最后 slides 了，就一点就快说完了。新时代，你看这个硅谷布满了各个公司，新时代是什么特时代呢？人工智能时代，就是弄潮时代。我打个问号的意思就是我不确认，我认为应该这个时代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也是我们华人黄仁雄，他的公司叫英伟达，按道理他成立的公司比较早了，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讲呢？因为他弄的这个产品特别适合于这个人工智能。他是给斯坦福捐楼了，一个楼叫黄仁雄工业中心、工程中心，一个叫英伟达礼堂，这是地址。他被称作是 Elon Musk 档次的人，他的这个 股票大涨，因为他的这个 GPU， 他叫 GPU， 不是 CPU， 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顶级设计好，因为他是二维的，原来的那个 CPU 是一维的，他这个东西就速度就会快300倍。特别有利于深度学习，特别有利于人工智能，所以他们互相成全。他把打乒乓球的体会用到了企业管理上，还有一个皇室定律，所以他这个也算是移民吧，这也是硅谷的特点。硅谷的很多的重大的贡献者都是移民。他故意公司成立是故意放在他的生日那天，刚好是30岁，因为他当年是跟他妻子是说他打算30岁之前一定要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当时有两个人帮他创公司，然后他故意把这个公司成立的日子搞在了他30岁生日那天上班。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这个底下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什么呢？他在斯坦福的这个 building，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右手边这个 building 叫英伟达礼堂。这个 building 前面的地上有一个地砖，刻了一行字，是我们中国的俗语，你现在看不清楚，因为这个是横过来的了。我打过来看一下，就是写的什么呢？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英文的了。你们如果带着亲朋好友访问斯坦福，你们可以去看，可以找到这个地址然后去看，很有意思。 OK， 人工智能呢有重要贡献，一个叫李飞飞，一个叫文达，都是我们华人。两个人有共同点，都是斯坦福的教授。然后李飞飞呢是16岁才来美国 ，Princeton 毕业，后来到了在 UIUC 当了教授，现在是斯坦福的。
这个吴文达是香港的移民，生在英国，香港的后代，卡内基梅隆的，这也是这个计算机的大牛。后来呢，他在谷歌工作，然后百度在线教育也是很厉害。他们呢研究的这个人工智能是通过一个就是机器认识猫来研究的，大数据训练机器认识这个猫，后来机器辨识度很高，所以呢我把它叫做这两个人的猫，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薛定谔的猫，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就叫做这个李飞飞和吴恩达的猫。所以斯坦福的这个成功，硅谷的成功也有一条，就是女性移民种族碰撞出思想火花和灵感。硅谷成功的秘诀，很多人又说这几条，什么斯坦福说重视知识产权，政府扶持，这个风险投资，气候也很好。然后吴军呢提出硅谷成功的谜是有这六条：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多元文化，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对失败的宽容，工程师文化，人和企业的契约关系，非零和的分配制度。这是吴军提出来的。我呢刚才讲了这么多，然后我把它提炼出下面这么多条。一种呢是有这个一流的杰出的领袖，你像 Steve Jobs， 你像这两个硅谷之父都是杰出的领袖。还有呢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有呢工业和学术的这种生态关系，这个是其他大学没有的。你看哈佛 MIT 没有这个关系，它是世界一流，但它没有工业和学术的这个共生关系。第四呢就是传承凝聚力和关系网，就是那讲到的比如说那两个黄埔军校，他们产生的这种帮派，他们互相扶持。还有强有力的风险投资和律师服务，就是刚才讲的普拉图那两条街，一边是风投，一边是律师，保证竞争和活力的法规，就讲的一八几几年的那条法规，以至于硅谷现在很有活力，别的州都比不上的。还有追求完美和卓越，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苹果和 Steve Jobs。 多元文化引发的思想碰撞，很多的移民，所以他们的思路都不一样。勇于和包容失败，就是不以失败为耻。背叛的文化，你像那个巴叛克，他们就是背叛了他们的恩师了。冒险和抓住机遇，你看 Genentech 就是这样子啊，那个 Swanson 就是冒险抓住机遇了，可惜这个人去世的早，54岁就去世了。第十二就是破坏和颠覆，你创业一定要找这种，要把以前的传统的工业要颠覆了。最后就是和谐、宽容和感恩，这十三条实际上是硅谷成功的秘诀。OK， 我这个讲的有点长，现在整个讲完了，谢谢大家。OK， 谢谢你那个皮皮虾讲的非常好，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的。